我跟你说，你们三个这一早都给我笑醒酒了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酒品如人品。欢迎你们三个现在马上到我家，来分享一下精彩的故事啊！我一个人睡得好香。啊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几个稍微冷静一点啊。咱们现在先把昨天的事成的局面先总结一下。首先，郭老二一觉醒来之后，发现自己一个人在酒店里边，然后身边有雅丽的围巾。杰森呢，一觉醒来发现信用卡少了10000多。小飞倒还好，只是嘴破了。我这叫还好吗？我跟你说，老激情了，哎呦我去！我你们就不用担心了。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头儿，看着我们眼睛说话来啊！我现在就在看着你们三个的眼睛说话呀。你们三个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。回忆一下，开始。慢点。哎呀。你不用管我了，你回去吧。我正说跟你聊会儿天儿，怎么给自己喝多了呢？啊，到我给你送上去。啊。哎呀，看啊，今儿喝了这么多酒，只有我担心你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摔跤。哎呦。同学聚会完了，你们干嘛都不管我呀？郭老二啊，我们都喝多了，谁管得了你呀？啊，你们先别吵了，是要冷静一点。你们吵架有什么用啊？你们仨呀，是那么没有底线的男人吗？不是啊。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的回忆一下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，所有的蛛丝马迹。咱们稍后联系。送我进来应该没脱鞋吧？这鞋码看起来应该是37码。迪奥真我。
知道，你今晚想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我，但是我很庆幸，听到了你的心里话。好好睡吧，晚安。我说的嘛，昨天晚上他为什么会来接我呀？谢谢啊，嗯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我还想问件事儿，那您说。昨天我喝多了，送我来的那位朋友，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呀？他昨天身份证没登记，上去没多大一会儿他就走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啊，没事，谢谢，哎，没事。啊，啊，谢谢，没事。大力，别走！我要祝你，祝你幸福。你也是。兄弟，到了。兄弟，结账吧，32.5。账单，结账，买单，买单，这，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们都是女人啊，走开！不是，金子，你现在这么霸气，上学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买单呢？我在学校，我怎么没买单？我没请过你们喝过酒吗？啊！别闹了，你什么时候请过客呀？啊，那会儿聚会都是人家童宇买，要不然就是郭崇买，最次也就是啊向小飞买。你什么时候掏过钱啊你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怎么没买过？我没有请过你们吃饭，没有请过你们喝酒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单今儿我买。哎，行了，你们别逗杰森了。账单给我。杰森，今天说好 AA 的，你别闹啊。AA 什么 AA？ 我告诉你，再给我抢，我给你急啊！不准 AA！ 我告诉你，兄弟，我不差钱，今儿我买单，买了，刷。